哎呀，还是这个皮肤手感好啊，感觉走起来贼有气势，就是把我丢了个死角落。我看见医生了，膨胀。水晶如来，天下第一。补个损失了几个，哎，也不能说损失吧，有几个不能播的，还是有点伤的。哎呀，你有种就撞我，我就在这站着。嗯，还有鸟没交，我再打一刀，搞个二级技能。哎，不能弹，不能弹！我差点想挂前锋了，挂了我就炸了，危险的想法。还脏不？盲猜小木屋。看见了！就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鸟都没交出来，其实刚才鸟是在看他的，闪现没来得及。没丝了，没事，不要用丝了，该存了。还在看别人，自身都难保。我这把可能又要平了，两台电机都在修，一个大房，一个四合院，四合院修了一丢，黑妹在大房的亮了，亮了过来救。
谁先亮谁救人。无所谓，过半了。然后黑妹去捞，黑妹再过来救，先吃血压机。嗯，我看这波能不能拦一下先知，绕一圈，把先知抓到就好了。找到啊！限制不敢点，限制不敢点，那就好说了呀。你不敢点电击，现在点也没用了呀。他也不敢点，我在这边一直在看着他呢。他敢过去，我就敢锤他。应该跑了。看到了，我有闪现，哎，血晶主打还是爽。哎呀，不是那边小木屋死角，就是废墟死角，我操！干嘛呢？哎呦，不要看他呀，看他白给啊！这一波亏，必拿一刀。干嘛呢？这个拉球还躲两刀你，瞧把你秀的。这把死锤前锋了，前锋没球，不锤白不锤。
天之救，天之沙包。舞女没治愈，舞女在这台修，残了个腿，还有两个盒子。还差一台机子，黑妹救不了，玄之救不了。直接修吧，四合院和人皇，最后两台。我怎么感觉那个黑妹缠了个腿过去了？黑妹肯定踩了个腿过来了，胆子大了。我看见我手势又回去了。看，说残腿就残腿，真就残腿过来呗。慢慢玩，这机子他们点不亮。还敢起来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见，我爸在把那个大悲咒外放，我反正听得很头大。我刚才手速快点的话，这个人就死了，伤者都没得回。
又开始修了，又开始了，这个人。修啥呢？这边起风起来，谁亮谁先救。黑妹救，然后前锋补。反正就是这么个节奏。拖一会儿时间啊，我蛛丝不多。平局，一号机。没丝啊，我这个时候要是有八十丝好打了。哎，这还空刀，那是真没了。这一刀空的那是真没了，那平了，本来还可以赢一下呢。换个地方走，人皇我不要了，往这边走。我看见一个人在跑，调音室，不出外调音室。真不爱抓跳箱，跑得太快了。
又回血，还有鸟，还看了他一眼。你不用香水，你这不死了吗？前锋来了，我先不挂了，我还没签呢。有人在摸他，尴尬了，不过无所谓，拖了一下他们休息节奏。跑这么远啊，还是给他摸好了。红毯一台，中场一台，红毯先知，守红毯吧。红毯没人修，应该是摸黑妹去了，一时半会儿不修。中长黑妹，没有，那就是另外一边黑妹了。不是，不重新起一台，这台机子我修不了。两个人都已吐死，二号机可能重新修。这波猴子蹭的爽啊！摸人了。啊，游戏结束了，小兄弟，黑妹失误了。
春点也太烂了吧！黑妹，哎呀，我忘记了，又看了他一眼。这就是还有人帮你下板子啊，当仆人呢。我也是醉了，还有个人帮他像板子，黑妹让电击，带这个前锋呢，我节奏好差。哎哎，还好还好，他找人去了。绝对不能让他去找人。他一旦不受伤就是送活，他就屁颠屁颠直接找黑妹去了。黑妹带怀表的啊，各种骚操作，怀表黑妹，没了，这把没了。这把运气太差了，开局出了点爆。闪跑了，对面都在那边呢。这这这不黑面还带个怀表，那他既然带怀表的话，刚才就应该追的。二楼的时候就应该追他的。
他没加速。好吧，旋转木马。前锋，哎呦，祭司，我又忘记了，我应该把视角转一下，不看他了。真就不下板子啊！啊！别以为你前锋不打你，我以为这小子又误上去了，他不下板子的，不下板子。丢两台，丢两台起点的问题不大，终点的没人修，三点电机。然后鬼屋后面一台，然后起点的两个人，一个往桥上跑，一个往鬼屋后面跑，然后前锋救人。挂死救啊！这个舞女还膨胀的往我脸上修。这都没抽到，我傻了。瞧瞧这速度，瞧瞧这祭司的速度。倒地的一下就起来了。你们不修三连，你们怎么赢啊？舞女一个人修帐篷，好吧，三连没有了。舞女一个人修帐篷，两个。人往这边跑，这都没打起来一个是吧？打伤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该打死。二战停了之后，摸好那个人。然后二号站下面电机修，旋风救，先知修，前锋过来过桥。
看走哪边。哇，子你哥！手下机子啊，滑滑梯。无忌单薄舞女，然后先知往床上走，两个人往那边走，这把让他们重新洗一台，不然他们赢得太容易了。哎呀！就这么快，学完了都。真是，全没开门。铁峰看来是贴的。这个人肯定是救得下来的，救得下来，那我直接往前终点那边拉。死，巫女，哎，牛逼！这就非常爽了，他门还打不开。真就近距离，近距离空两刀啊！贴脸都空刀，这波虽然没咒术，全追人了。但打祭司还是不能给他一刀就走了。我就拿个存在感。然后抓其他人。小木屋，三连是谁啊？三连不会先知吧？这么膨胀的吗？膨胀哦！
该不久。前方机子没修。找祭司去了。先叫第一时间找祭司，你看这摸的速度。我知道不出意外他还要撞的，要么就是一直在屁股后面跟着，搅屎棍。祭司没怀表，他怕被锤。带的肯定是弹射。你也跑不掉。最后一台机，前锋这台。吃完了。平了呀，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平了？我赌你没治愈。调香师也是自己起来的，祭司开门去了。赌一赌吧，不然没机会了。调香师被人摸了。哎呦，忘记有这招了，倒地接动，我炸了，闪跑了，这个他把门打开了，赌个蛇皮赌炸了，哎，我忘记这招了，倒地接动。